的。哥，你好会吹哦。好久不见的 Selina 来了。最近她除了露营之外，又培养出另一个有点昂贵的兴趣。我好想拍你们，我最近在玩相机，好想拍你们。你就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哇，你压力很大，你怎么拍到的？给大家看，很好看，好不好？黑板是你要画。有没有大哥们，你们刚看到照片是我第三天拍的，这么有天分啊！我才拍三天而已，这么厉害啊，就上手了哟。对拍照是很有天分，但有关老朋友的话题，似乎先不擅长回答。老朋友或者像是老电视，最近就比较沉静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哇，这你这个问题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对，再下一题，好，不为难的，不为难。他秒杀，好，恭喜他哦，恭喜！我这种人需要抢，直接去，我直接就是跟他就先 booking 下一排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而且他好像是就是疫情后的第一个，不是，后来被周星哲破掉了。什么周星哲？干什么？我也好想去看哦。对对对，再帮我剪掉，这不重要。